보고 주리야. 아니 뭐야 또. 이제 让我抱着就好了。博言你慢点。妈。哎。姐恩她会照顾我的。啊，我可以的妈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好好好，慢点啊。这孩子和他爹那会儿一样硬。慢点，博言，你想干什么呀？脱下大人的外套，只想找到你依靠，借我孩子的笑。对你我没有做不到，多远只要你说需要。你先不要动。出现就下一秒，你举办的初稿，我温柔的圈套，怎样你才能收到心动的讯号？我不懂你骄傲，只想要对你好。你到底醉还是没醉啊？没醉。那你先去洗澡好吗？洗澡也行，但是你千万不准离开，知道吗？不准走，不准离开啊！等我。等我。好。罗伯言醉成这样。今晚恐怕……姐，啊，我在呢。你要是敢走的话，你就死定了。姐，我好了。你的头发还没有干呢。那你帮我擦嘛。好呀。过来，来来来来，我来给你擦啊。姐。嗯。你为什么老是穿那几套衣服啊？到时候人家说我亏待陆太太。哎呀，要那么多衣服干嘛呀？只要舒服就好了。不行，我明天就要塞满你的衣柜。好好好。这个人发型怎么那么搞笑啊？我眼看你玩了这么多酒，这位先生，我是三号的托尼老师，要不要给你设计一个特别帅的发型啊？行，但我要帅的，你要帅的啊。没有问题啦，那你闭上眼睛。我已经闭上了。
这位先生，你还满意吗？嗯，这个人挺漂亮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来合个影吧。嗯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。哎呀！哎，你干嘛？睡觉了。不言，不言，不要走。干嘛一直看着我？因为你今天特别的帅。我哪天不帅啊？床上吗？你过来看看。江少凯，怎么了？你看你弄的，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？我一会儿还有面试，能怎么办？用遮瑕膏遮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大惊小怪，你倒挺懂。遮上了，你还赖在这干嘛？我要走了，没时间跟你闹。我送你啊。那你还不快点？哟，简安老师，啊，不对不对，现在是稳稳的正宫娘娘，咱们陶然市的大名人陆太太。简安啊，不对。陆太太，你那个那么大的钻戒没带来给我们看看？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了，叫陆太太好别扭，我还是叫你简安姐吧。你现在那么火，小时候还用写吗？
当然要写了，不然我还能干什么呀？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杜社长约陆太太有事，都散了吧。干活吧。走吧。请陆太太。